它叼走了。它叼走了。它是巡回犬呀、啊，你蹦走了还会给叼回来。它是狗吗？你再试一次。第二次叼回来。它叼回来了，给姐姐。我去。哎、你再给它蹦。没事吧？弟儿，你真疼吗？你真适合玩这个小鸡。没事吧，弟儿？疼不疼？疼啊！哟，去给姐姐叼下来。去给姐姐叼下来，弟儿。去啊，弟儿，你可以做到的。丁哥费劲儿，我做不到。他还给你剪吗？不知道，试试看吧。哎，这回不往上弹了，也不用上去剪去了。丁给我的。丁给姐姐叼回来。丁，过来给姐姐。叼过来给姐姐呀。给我呀，我累了，不叼了，这样就是下巴疼。再蹦一个，你看它还叼吗？呀，不上，走路慢了，怕磕下巴磕的。有尖角，这里是个猫。哎呀，哎，叼回来，给我，给姐姐。叼回来呀，丁儿。哈哈，磕下巴了，磕疼了。嗯，磕下巴了，不玩了。再一次，哟，给姐姐。哎呀，你这走了你。给我。地儿太远了，就只能走到这儿了。叼他牙疼，没事吧，丁？磕了，不想叼了是吗？嗯，你去跟姐姐玩别的游戏吧，好吗？没了。